model， 都显得我们的脸好小，你觉得好像 fashion show 一样。我们的规则是这样的，每一次出战两个队员，两轮比赛谁先进球谁赢。啊，我会晕哎，哎，这个很容易晕哎，我好晕啊。哎，我们别打到我们自己。Ready， 小鬼踢，往前，哎，来，哎，踢，踢，对对对，踢，往左，往左，往左，小鬼，啊，踢龙门，等一下，卡住了，这是不是有个人？嗯，等一下，一直在坐在上面。你踢我门呢？他把球门拿走了。球拿出来直接没有门了。你把球门拿回去。冷静啊，冷静！时间到，第一轮0-0啊，0-0。那第二轮我们来吧。Oh my god！ 蓝哥是时候展现你真正的实力了。Ready？ 啊！踢！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啊！对，黄妈可以的，黄妈往右边踢，黄妈把球往右边踢，对，往右边。黄妈好厉害啊，单枪匹马。黄妈那里是墙。哇，站那么远。球位。哎嗨，我在前面。黄妈是足球，不是篮球。真的？真的？你打我干什么呢？不许追我！这已经变成橄榄球了。要打起来了！犯规犯规了！犯规犯规，必须要把球放下。黄妈，你必须要把球放下。来，开始。哦，好机会啊！哇哇啊！加油！哇哇哇哇哇！加油！哇哇哇！啊耶！奇幻旅程，中国风1-0获胜。